他把我房间门锁了不打开，让我怀疑他藏了男人。嗯，哎，干啥？半吨？我之前不是把你床单弄脏了吗？啊，怎么了？补偿了。补偿我？嗯、你拿什么补偿我呀？我帮你。你帮我做清洁。哎，你别！算你自己。你，不，你吐我袜子干啥呀、啊、你？我帮你洗了呀。嗯、哎，你主人，你这袜子味道好重。不是，你袜子香啊啊！我袜子老香了。哎，去闻闻。别，你，哎，哎呦，这味儿啊，我们熏死我了！拿走。主人。哎，我洗澡呢，哎，操！你出去呀、啊！我要洗衣服，顺便把你衣服洗了。啊，不用，就那两件我自己就能洗，用你洗干、啊、出去。没事，我帮你洗就行。哎、行，那哎不，那你不会混着洗的吧？我不会呀、啊，我都是手洗的。啊，行，快出去！我操，裤衩子呢？我操，找不着了，半段。哎，主人，咋了？你我衣服呢？洗了呀。里面那件你也洗了？对啊。手洗的。哦。下次你那里面那件你别手洗了。主人、哎，你那裤衩都破成啥样了还穿？你懂啥呀？男人该省省，该花花嘛，真是。